看看新闻网。对此，昨天晚上，外交部长王毅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紧急通电话，代表中国政府向越方表示强烈谴责，提出严正抗议。王毅表示，越方对不法分子暴力袭击中方企业和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中方郑重要求越方立即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，制止一切暴力行为，确保所有在越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范平明说，越方对当前事态高度重视，已经抓捕了1000多名嫌犯，并将依法严惩犯罪分子。越方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在越中国人员和机构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目前事态已经趋于稳定。